今天我们来介绍张路佳牧师哈。张路佳牧师他是我们正道神学院的毕业的学长他原是材料工程师，在中国大学时代重生得救，然后在德国的柏林理工大学材料研究所深造期间蒙主全职的呼召侍奉他在美国的富勒神学院和正道神学院完成了宣教及神学方面的装备张牧师有先后获得了宣教硕士道学硕士和教牧学博士的学位。张牧师曾经先后参与了德国柏林和美国洛杉矶华人教会的创建他在洛杉矶牧会六年自从1995年开始，张牧师担任播种者国际协会中国事工部主任至今他致力于中国大陆的教会培训及校园施工同时他也在北美和全世界各地主领布道培灵宣教等各样的特会张牧师积极推动宣教福音施工张牧师还参与了多家基督教刊物的编美工作同时他也是北美数家神学院的客座讲师。现在我们请张牧师来为我们证道。各位亲爱的师长、同工、同学，大家平安。非常感恩，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在我们这个学期最后的这样的一次周会当中，当许多的同学要踏上工厂，要走出校门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在这里一同来用神的话来劝勉，用圣灵来彼此的连接，成为天国的同路人。我想今天对我来说实在感觉心情有些亚历山大，因为当中有好多位的院长我知道大概至少有四位，我们的刘院长、林院长、余院长，还有国际使命圣经学院的施院长施德清牧师，也是我在 MDF 时候的我们正道的同学。我想上帝给我们每一位有许多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的装备，也在这里有这样的连接，为的是一个目的，就是圣灵要差遣我们，好像刚刚我们在这里读的经文一样，要差遣我们往旷野去，往沙漠去，往各个地方去。这里提到这一位腓力，实在是我们美好的榜样，他甘愿受圣灵的差遣，走遍那一带的地方，直到该撒利亚，来做一位福音的使者，来把许许多多的人从他们心灵的旷野带到生命的绿洲，带到生命的甘泉里面。我相信这也是上帝今天召聚你我在这里这样聚集的目的，不但我们自己认识神，领受神很多的恩典，神更要我们往普天下去，来完成上帝的托付，完成上帝的心意，让更多的人能够走出他们心灵的旷野。这段圣经很奇妙，我们看见好像一切的灵的存在 The spiritual being 在这个十多节的经文里面同时的出现，那里不但有这位灵的上帝，圣灵在那里整个主导这一次的事件，而且我们也看见那里说有神的一位使者，有主的一位使者。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同这里应该是指一位天使，天使也是受造的灵 The spiritual being。当然这里还有人的出现，你我们是非常独特的神的创造物，神用尘土造我们的外体，但是却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这是一个非常尊荣的地位，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被造。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大概知道整个宇宙里面，上帝是灵，天使是受差的，是服役的灵，而你我竟然被称为上帝荣耀的儿女，我们直接从上帝领受他吹在我们里面的生气，他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一切的灵的存在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都出现。但是我们同样也发现，真正一个宇宙间的和谐，是这些所有的灵的存在同得满足，同得满足。我想今天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千疮百孔，问题重重，是不是只有世人，只有你我感觉这样的困境？其实我们知道，在整个宇宙里面，当我们人类在这样的苦境当中的时候，神的心何等的难受，何等的忧伤，何等的痛苦。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他看我们就像他的儿女。当我们在这样的犯罪、堕落、眼泪、挣扎、伤害、争斗当中的时候，其实最受伤的是天父的心。我想我们做父母的非常能够体会这样的心情。如果我们的儿女伤痕累累，如果我们的儿女终日以泪洗面，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心是最难受的。照样他是我们的天父，所以当我们人类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上帝的心不能得满足，他一直在等待，一直在呼唤，直到最后一个浪子回到他的怀抱，他才展现他的笑容，他才真正得着他的满足。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不单单上帝愿意我们已经认识他的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心意里面来被他差遣，来完成他的使命，我们甚至也看见天使常常是做一些所谓次要的事。我这样讲的意思是，其实神看传福音这件事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可以打发天使来感动基督徒，但是真正向人传福音，神却要他的儿女去完成。实在是因为神看重我们，神也是看重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工作。如果你看见玛利亚这位主的使女参与在福音里面，天使去报信，天使去传达，但是参与在福音里面，神要拣选，要使用这位甘心乐意对上帝有回应的玛利亚。我们看见神愿意哥尼流一家信主，天使可以去感动彼得，但是传福音要彼得去。照样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埃提阿伯人，这个伊索比亚人，神要拯救他，天使可以来传达，来感动腓力，但是传福音这件事要腓力去完成。换句话说，你我被上帝何等的看重，因为神看见传福音是关乎人生死存亡的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所以他定义，他也乐意他的儿女们来与他同工。我想这是上帝给我们的 honor，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荣幸，这也更是我们的责任。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看见当神的心得满足，那些顺命的天使他们也是大大的欢喜。圣经说地上有一个人悔改，
天上的天使天君都是在那里欢呼喜乐。照样我们也看见，其实人类唯有在福音里面才能够有最真实的满足，才能够真正走出旷野。在这里提醒告诉我们这一位埃提阿伯人，我想这位埃提阿伯人似乎好像是整个人类的一个缩影，一个代表一样，就是在没有得到福音以前，你看得出来他的心灵正像他那个时间所行走的环境一样。那你说这个人他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然后呢再回他的伊索比亚的王宫，但是那路是旷野，不但是指到地理上是一个旷野的环境，我相信这个人其实他的心情我们可以揣摩，照样是那种干渴的，照样是那种没有生命的，照样是那种在寻求但是却感觉没有亮光。正像他自己说的，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他想要明白真理，他想要寻求真道，但是谁去向他传呢？谁去给他讲解耶稣呢？这个人我觉得，而且好像那个特征正是今天人类的一个写照。这里说这个埃提阿伯人，他是一个有大权的一个太监，而且总管了国家的银库。我想这两样，钱跟权，世人以为有了这两样我们就幸福，我们就快乐，我们就满足，但是显然你在这个人身上没有看见这种满足。我相信如果这两样带给他满足，他大概不需要千里迢迢要往耶路撒冷去。那个年代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虽然他可以套着车去，大概路上也需要花费相当的时日，而且穿越旷野也有许多的危险，餐风露宿。为什么他还要去？显然外面这些东西没有办法真正给他满足。中国有两本书被称为是四大名著，我们大概许多人都读过，一本书讲钱，一本书讲权。一本书叫做《红楼梦》，里面这些家族一个比一个富有，好像钱不是问题，但是我们读了那个书就发现各式各样的争斗。不但这样，那个作者其实一开始就已经告诉我们整本书要描写什么呢？就是一个了字，那一切的东西并不能让人真正的快乐。我记得我小时候还非常羡慕，我说这个贾宝玉不错，这个穿金戴银含着金钥匙出生。后来有一天突然发现，原来作者老早告诉我们，你喜欢宝玉吗？那是假的，所以叫贾宝玉。你喜欢那红楼吗？那是梦，所以叫做红楼梦。我想实在是这样，人间一切眨眼过去，无论是钱无论是权。另外一本书也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是讲权力，讲斗争，讲江山，讲社稷。但是作者同样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长江东流水老早掏尽这些人物，是非成败转头空。当你我读到这句诗的时候，其实心里面说不出的感觉，曾经那些人为了所谓江山社稷抛头颅洒鲜血，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转头成空，青山还在，夕阳几度，人类在历史里面是何等的渺小。如果没有永生，如果没有救恩，你我的生命实在是何等的一声叹息，我们便如飞而去。
所以钱跟权，我想显然是没有办法真正带来人心灵里面的满足。不但这样，我们看见这个埃提阿伯人，他第二个特征就是他虽然握有大权，他虽然掌管银库，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太监。我想其实你我每一位，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的生命都是残缺的，死亡，永远的死亡，好像挥不去的阴影在我们头上悬在那里。我们没有明天，我们没有未来，生命的残缺。我常常想到我们华人很喜欢用四个字来描述我们的人生，通常就是生老病死。这四个字呢，大概后面三个我们都不太喜欢，没有人喜欢越来越老，没有人喜欢生病，当然更没有人喜欢这个字。我们连这个字常常一楼到五楼我们中间就跳过去，你虽然跳过去，其实你还是没有办法，你还是得经历那个四楼。好，但是生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很有趣，生的时候呢，其他人很高兴，被生的那个人，出生那个人非常痛苦。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一出生哈哈大笑，大概你会大吃一惊，赶紧给他送医院，有问题了。换句话说，其实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在罪、在苦、在死这三座大山的重压底下，这是我们生命的残破，这是我们生命的不完整，这是我们生命的旷野的经历。我最近在注意看看这个字哈，我们中国人华人我们写这个老，这个老就是上面是一个土，然后呢有一条斜线，你还不能从下往上写，你要从上往下，好像渐渐的入土。那么下面呢有两条弯弯的腿，有人说要证明一个人已经老了，大概就看他的膝盖的力量。我最近发现我膝盖越来越力量单薄，所以过了50，大概很多人出现这样的症状。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以为，很多人说那就是下面把两条弯的腿改成儿子，养儿防老，靠儿子来拖着你，这叫做孝。但是真的吗？现在很多长辈告诉我说，以前我们养儿防老，现在发现养老要防儿。因为这个好不容易点积蓄被他们啃光啊，一会儿买房了，一会儿买车了，一会儿娶老婆了，总而言之得防着点。而且呢，我现在发现啊，这个孝最好改成下面是一个女比较好可靠。这个儿子，我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真的回家给我捶背的问寒问暖的好像还就女儿。有人说真的生儿子哈，很像生个敌人，因为 我老大现在就是这样，声音越来越大，这个有人说还要担心将来结婚再给你带回一个仇人。女儿比较好，女儿声音，女儿像一个亲人，将来结婚再给你带回一个仆人。很抱歉，我得罪了当中只有儿子的同工们。不，我想其实靠什么都不可靠，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神的拯救，你我的人生没有办法对付这个生命的残缺。我们用摩西的这句话来讲，好像就是十二个字，他说日光之下强壮可到80，但是其间所能够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我想当他这样描述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心有戚戚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想，摩西你这样讲有点不公平啊，你说人到80，你自己倒好，活到120岁。但是其实摩西没有讲错，如果你仔细思想，
他前面84年的人生，真的只有这12个字可以描述。直到他80岁的时候，把自己交托给上帝，与神的使命连起来，与神的心意连起来，与神的托付连起来。那个最后的40年是何等的光彩！那个40年已经不再在这12个字的匣子底下。你我也是如此，除非我们的生命真知道，没有上帝的托付，没有神的心意，没有他的恩典，没有他注入那圣灵的活力，我们根本在地上走不远，也走不长。这个埃提阿伯人也让我们看见，他有一种渴望，就是希望在宗教里面去获得人生的真理。他听说耶路撒冷那边有最大的圣殿，有宏伟的圣殿，所以他甘心的要跑到那边去。虽然离开他的宫殿，离开他的这个王宫，还要去。我想其实他去的时候，若不是那种渴望大到一个地步，没有什么理由，他干嘛要去呢？你去了回来，可能你的王位没有了，可能你的官位没有了，可能有人这个来替代你了，或者你在路上会发生什么意外，但是这些他都不管，他要去。我想今天你注意看整个世界，你一定发现多少人寻求各种所谓的宗教，各种人愿意跑去聆听所谓各种大师的开悟。为什么呢？因为人心灵里面干渴像沙漠，人心灵里面荒芜像旷野。我们都想找出路，我们都盼望期待。这是在中国的所拍到的一些情形。中国一直被称为这个几十年是一个无神的国家，其实现在这样的描述已经不太准确。你看见许多地方抢头香、烧香、拜佛，抬着妈祖到处走，这些已经是变得司空见惯。不但在民间是这样，那么许多政府的机关部门也是如此。这两张照片，一张是在河南的宜阳国土局的这个办公楼，一个是在长春的法院。那个河南那边呢，地上画个大大的八卦图，长春法院呢外面专门找人去挂一把辟邪剑，不晓得什么意思，大概是冤魂太多不要进来啊，不要怪我们啊。不过总而言之，你就发现那些身为这个党员也好，干部也好，同样好像心灵里面总觉得不对劲，总在寻找。这是这些年我回去中国大陆各地方所看到的，人心何等渴慕，他们盼望，他们好像发出的就是这位伊索比亚人所发的呼声，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我想这是上帝在这里设立正道的目的，这是上帝在这里让你我得到装备的目的。我们在这里学习神的话，解开神的话，明白神的话，但是更重要，我们是要去传讲神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位伊索比亚人，因为听见了福音，明白了福音，所以圣经用4个字来描述他往后的人生，他就欢欢喜喜地走路。这个词是非同寻常的，是描述一个人心情里面极度的那种狂喜，好像云开日出，终于得到他人生的道路，终于明白了他孜孜寻求的真理，终于得到那永恒的生命。因为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这段圣经实在是让我们看见，一个人要得满足，除非在福音里面。无论他在南美洲也好，他在非洲也好，
他在欧洲也好，他在亚洲也好，他在我们北美洲也好，无论在哪里，人没有听见福音，没有明白福音，没有得着福音，他走不出他人生的旷野，永远在他人生的沙漠里面打转，直到有一天被死亡吞灭。照样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位基督徒的代表，就是腓力。我们看见腓力那种因为福音里面所得到的满足。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人，他曾经是在当时一个大城里面生活，那个大城是叫做耶路撒冷。他不但在那个大城里面生活，看上去呢好像也很有地位，他是大城里面最大那个教会的七位执事当中的一位，受人的信赖，受人的尊敬。但是这些能够让腓力满足吗？当然在神的家里面，教会里面侍奉非常的重要，但是腓力他更清楚的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绝对不只是在一个堂会，绝对不只是在四面围墙里面。神的国度 The kingdom， 有多少羊还没有在圈里面，有多少人还在他们的旷野和沙漠里面。所以腓力要去，他甘心乐意的领受圣灵的差遣，不问原因，不问理由，只要上帝差遣我都去，神所要的我都给，神所给的我都要。我想这是腓力的一个心态，我去。因为这样的心智，我们看见他的家庭，圣经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特别提到他有四个女儿，都是跟爸爸一样做上帝话语的出口，走这条传福音的道路。我想是腓力实在是让我们感动，一个人不贪图在大城市的安逸，甘愿往旷野去，往沙漠里面去，一个人不在乎向多少人讲道，有多大的名气，有多少的知名，他甘愿哪怕像一个人，他愿意，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他甘愿神所要的都给，神所给的都要。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许多的同学们，我们每一位在这里，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要来像腓力一样的学习，效法他的这种的心智，就是他有非常敏锐的属灵的耳朵，圣灵微小的声音听见了，他对圣经的装备非常的全面。我们可以想象在两千年前，不像现在一本小小的圣经或者你一个手机你可以随处携带，把神的话带在身边。两千年前神的话写在那些蒲草纸上，甚至写在那些很厚重的材料上面。如果腓力对旧约圣经没有完备准确的把握理解，他怎么能够这么快速的能够从那个人所念的书马上跟他讲到耶稣，传讲耶稣。我们看见腓力有相当宽广的那种心胸，他是犹太人，他面对的是一个外邦人，传统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好像有很深的沟壑，但是感谢上帝，腓力在属灵里面没有这种的偏见，没有这种的背景，或者说没有这种的传承，甘愿跨文化、跨语言、跨背景，只为着把耶稣告诉他。而且你发现他整个传讲只有一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叫人可以靠着得救。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回到他的父那里去。所以
腓力不但是熟读圣经，而且他非常清楚地把握住这一个中心，他也非常敏锐属灵里面的收割，看见那个埃提阿伯人已经预备好了，愿意借着洗礼把里面的信心公开的见证，腓力就与上帝一同来完成这个收割。我们也提过，他在属灵的传承上，不但在教会里面做教导，而且在家庭里面把儿女带到上帝的面前，培养他们成为他们的榜样。我非常的感恩，过去许多的日子里面，正道的师长同学一直在为我的父母祷告。他们两位在去年相隔33天，吸了地上的劳苦，被主接回天家。我非常的感恩，因为父母他们传道超过60年，爸爸从18岁传道，传到89岁，71年，妈妈传道68年。因为看见他们委身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虽然身体有病痛，虽然人生经历里面遭遇许多的磨难，被下放劳改，受尽许多的苦，但是却看见神何等恩待他们。他们两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在交账的日子能够得神的称许。神也实在恩待他们，他们自己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浙江建立的教会，就在他们晚年的时候把他们接到那里精心的照顾整整1年半，让我们做儿女的非常感动，也实在看见神的话断不落空。上帝的话说，若有人侍奉他，天父必尊重他。我想实实在在你我能够有这样的荣幸，被上帝恩召来侍奉他，其实是我们自己蒙了最大的恩典。不但我们蒙了恩典，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都跟着蒙恩。因为神是信实的，当我们委身在他国度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时间。这张照片是照顾他们的一位姐妹，在妈妈过世那一天的当天所拍的一张照片，也很奇妙。他们两位那个时候都身患重病，其实有几天没有见面，虽然住在隔壁，但是那天爸爸精神好一点，他就去到妈妈的房间，两个人握手道别。其实那个月也刚好是他们结婚60年的纪念。我们是在看见神恩待。那个姐妹见证说，你妈妈在走以前留下一个祷告，声音很大，我们都听见了。她的祷告就是求你救救世界上更多的灵魂。对我来说，虽然那一天傍晚才赶到妈妈的身边，我本来可以早几天去，但是因为加拿大有一个聚会，心里面那个时候很挣扎，我就打一个电话给我的母亲，我说我很想早一点回来，我可以跟那个教会商量。他就告诉我一句话，不要耽误圣工，你妈没问题。我在电话里听她的声音还不错，结果哪里想到飞到上海没有办法见到最后一面。但是当我想到没有见面，也许对我母亲来说她安慰更大，因为她的儿子没有去耽误上帝的工作。我想你我也是如此，地上我们终会分别，但是想到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就有那荣耀的盼望。我们要在意的是这位神怎么看我们，神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腓力一样
能够忠心来被圣灵的带领。所以虽然父母离开已经超过半年，但是常常感觉还在我的耳边，还在我的心里，只有一个提醒：路加，好好奔跑，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愿上帝恩待你我，能够真正好像如鹰展翅上腾，我们深信旷野的呼声不但是我们的上帝听见，他在乎，好像出埃及记第三章告诉我们的，他不但听见了，他更是借着圣灵来差遣你我奔跑，与他同工，去到旷野，去到沙漠，去到需要的人群当中，去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来与神同工。当我们这样行走的时候，我们余下的人生必定如鹰展翅上腾，必定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也荣上加荣，来侍奉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主耶稣啊，虽然这是我们这个学期最后一次的周会，但是主，你自己的话语永远回荡在历史的长廊里面，你的话语也永远的回荡在我们的耳边，旷野的呼声你听见，你知道，你远晓得我们的苦境。主啊，你把这个呼声借着圣灵传达给腓力，也传达给普世上帝的儿女，也传达给正道，我们每一位的正道人。主啊，我们愿意像腓力一样的回应，因为只有福音不但人得满足，天使欢呼，而且上帝你的心得满足，也成为你把我们继续存留在地上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与你同工。主啊，求你加添我们身体心灵的力量，你的话永远信实，你圣灵的带领永远奇妙。主耶稣，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凡事都能。愿主充充满满祝福每一位，特别把将要走出校门的每一位同学仰望在恩主的手中。主啊，让我们愿意像腓力一样，你所给的我都要，你所要的我都给。纪念我们的祷告，在你我神你儿女的身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和称颂。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谢谢大家。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拣选我们，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我们。主，今天在这个学年的最后一次的 chapel 的里面，主，我们用感恩的心，主，我们回想你怎么样来拣选我们，回想你怎么样呼召我们，也回想你怎么样要差遣我们。主，我们就愿意在这个暑假的当中，有一些的同学他们毕业要出去的，有一些同学他们要去做牧会的实习，有一些的同学他们要去短宣。主，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就好像这一首诗歌所说的 Go into all the world and preach the gospel of peace，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些的旷野当中，我们能够带领人能够走出来，能够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爱他们，能够知道这个救恩已经为他们预备。主，我们感谢你，也让我们在无论在哪里，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也都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我们这样的感谢，这样的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